天哪，莫言成亲妈找来了。枕南桥发文说，我的人间烟火原著与他书里的伪兄妹这条线非常相似，原来九月溪把人家的男主偷过来做了男配，现在看来宋焰好像穿书小说的外来者，抢走了原本莫言成作为男主的气运，妹妹也被抢走了，莫言成陷入痛苦，逐渐死去，凭借着最后一点气运让魏大勋来扮演，而魏大勋演出了原本男主应有的风采，也让我们发现莫言成本该拥有的命运，原来冥冥之中自有定数，原来我们刻的就是官配。